最后爱情线，你是选择一零呢，还是选择雪芙？当然是一零呢。为什么？我选。这样算不算越描越黑啊？姐姐在跟你们说，王子跟郭雪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哦。王子郭雪芙竟是三角恋，谢金燕喊提诸葛亮，我们一样幽默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就来了，谢金燕王子杨明威103号出席实境秀节目，聊到王子的好朋友郭雪芙，谢依霖也想要有一腿，难道是三角恋的节奏吗？你是不是都把这个节目当成恋爱实境秀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最后爱情线，你是选择依霖呢，还是选择雪芙？当然是依霖呢。为什么？我选择修哥。这样算不算越描越黑啊？姐姐在跟你们说，王子跟郭雪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哦。你真的有秘密可以讲？我真的可以讲，他们是真的。他不是客人，他是来当小帮手的。都在家里，都在家里。没有，刚刚访问到现在，你还没有发现他的话不能相信？对啊。教练，关于三角恋。没特别看法。谢依霖也爆料，谢金燕平常啊是爱哭的小女人，还在某天夜里说了关于爸爸诸葛亮的劲爆秘密。平常用什么方式去怀念或想念爸爸？你确定要继续这个话题吗？那姐姐要哭了。那个环节就在讲，都在分享大家的秘密。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的秘密，就会知道谢金燕跟诸葛亮一样幽默。他每次都语出惊人，我想说，这个你可以讲吗？明天晚，因为那一天是现场讲完，连摄影师都傻了。对啊，妈妈，谢金燕跟诸葛亮。我来跟先讲郭雪芙的好了。我可以讲你的手机封面，漂亮不能长久，努力才是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姐，至少你还漂亮哎。我很努力了。他其实是在给你看啊，你终于注意到了。好酸哦，因为我看到的不是这个。对啊，我看到好像也不是这个啊，我看到的是减法加油。录这个节目比较开心，还是回到家比较安全？要离婚？没，有真的讲出离婚？协议书都拿出来了，后来就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挂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谁会随身携带离婚协议书？